的心情吗？首先，感谢腾讯星光大赏，感谢所有的支持我的各位朋友们，然后感谢，哇，要谢谢的人太多了，完了又拿到这个奖，因为太激动，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份感谢啊。然后自己真的很认真的在做音乐，然后希望这次的歌，而且这次好像是 Billboard China 的负责人在给我发这个奖项，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带着我的音乐去 Billboard 跟国外的欧美的歌手去进行较量，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音乐。对。那其实今年张艺兴还做了蛮多事的，比如说出了新专辑《Sheep》，然后有演《建军大业》也上映了，然后《求婚大作战》，然后也还极限挑战演员来继续再参加。就今年对你来说是不是很圆满的一天？一年，对。对，今年对我来说，有很多，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也收获了很多，学习了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年好像都有新的收获，然后每一年会遇到新的人，然后他们会给我不同程度上的教育、跟教导和帮助。我感谢，我很感恩，我觉得过得太好了，就是一切都那么的好，所以，感恩的一年，对，感恩的一年，感恩的一年。那你觉得今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刚才有聊到收获吗？今年最大的收获，我个人觉得是出了《Sheep》。哇，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太重，然后太重要，反正各种各样，它的分量也重，对，所以非常开心。那今年拿了音乐上面的奖项，明年会不会在比如说电影、电视和综艺方面会有一些新的突破，是新的挑战？我一直在挑战。如果你们还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知道的话，就是这个挑战还没有那么成功。当有一天大家都知道，哎，他不就是那个谁的时候的那个，哦，OK，那就这个挑战就成功了。对，那会比如说想要着力在哪一块比较更多的去做一些事情吗？我觉得是全方位发展吧。在我们这在现在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全面发展会比单向的选择会来得更加好。那我也希望在每一个领域不会让选择我的人会失望，所以也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哎，是，三好学生的那是，个，就是你了。因为很多歌迷会说，其实《Sheep》这张专辑对你来说是挺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你自己觉得是这样吗？我是真的很开心，就是通过音乐拿到奖项很开心，然后感谢，其实。大家可能很多不知道，因为我也自己做幕后，所以其实很多幕后的人也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有一个好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做显然是有些吃力，那肯定是有团队一起来做。但是我觉得我团队真的是非常给力，然后希望在我的带领下，然后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对，我刚刚看你在玩转这个奖杯，其实它是可以变形的，你知道吗？啊，是吗？它每一节都你可可以以试一试。哦，是吗？哦，没，是不是很酷？哦，耶耶！刚刚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摆出对，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奖杯的形状，我们要不要也尝试一下摆？下面的可能会稍微比较那个紧了一些。对我对突然发现张艺兴手劲好大，就对，下面的关节这么紧，他还可以，对，还可以掰得动，对。不是很好掰。他可能每一不是个有每的一不一节样的地都方，对，对，所以他说他每一的个是劲道不都一一样样。的，就每个人手上拿的这个奖杯可能都能摆出一好，个不一样的看来我手力气不是很大，我还是保持这个样子吧。对，还希挺望好可以看的。节节高，这有点层次了那刚才也有说到，其实想说每年都有一些突破或者是收获，明年就是你已经有的，可以让大家预估到的一些计划，然后大家明年会应该在表演方面会有一些一定的突破吧。对，就有可以透露的，比如说有新的一些剧或者是电影即将要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因为那边剧的宣传还没有跟我这边的宣传对接，所以现在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所以稍微等等，对，他永远都是这么坦白，对，真的能感受到，白羊座，对，白羊座就永远都是这么坦白，对，我是天秤座，我错，对，怪我，怪我，没事，怪我，没事，这还好点，没有，因为平常都在说那个我们的小绵羊，小绵羊，所以就是对，以为是那个星座，其实是我的属对，相，很多人也这么误会过，没关系，没关好，系，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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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我下事，去应该要被人肉对你了，可能会被撕，没事。我们都会被撕。没事，还是非常感谢艺兴今天拿到这个荣誉，然后在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感受。反正拿到这个奖就是感觉非常的开心，然后激动，感恩，
感恩所有所有的一切。嗯嗯，行，那最后再跟我们那个腾讯视频的网友们告个别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简单的专访就到这里结束了。好嘞，腾讯视频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啊，我们的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呢，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全家幸福，阖家欢乐。哎，是的。好，非常感谢我们张艺兴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再一次恭喜他今天获得了我们这个荣誉，谢谢我们的张艺兴，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